各位女性同胞，大家好，我是中国航天员王亚平，我正在中国空间站内执行为期6个月的飞行任务，非常高兴在太空中与大家共同庆祝我们全球女性的节日。在此，祝愿世界各国的女性同胞们国际妇女节快乐！各位女性朋友们，尽管我们的国籍、民族、职业各不相同，但全世界的女性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个世界充满活力，更加和谐温馨。借此机会，我要感谢每一位女性同胞的无私贡献，也祝愿每一位女同胞在自己的星空中为我们所爱的生活和事业采撷最璀璨的星。